什么叫我劈腿啊？你刚跟保罗分开了不是吗？我看你们两个人在门口抱来抱去。误会，那只是玩的啦。不是吧？我看你跟他一起回家。你怎么要跟踪我啊？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好了，我的感受怎么样？待不下去。你待不下去，走。